用煎咩嘅？我煮過啊嘛。我咗有啲偏嘅，我咗湯冇嗰度屈上。你很大嘞。我頭擺十幾年前食過。哎我。来，我们讲，讲一讲你今天拍完照片之后的感想。嗯，获益不浅。获益多多。你刚逼我的。Nicky， 讲下你今日影晒相嘅感想。好攰啊！救命！李律师，讲下你今日影晒相嘅感想。好攰啊！可是呢，你看这种照片，你就很爽。哎，好感动，好感动，好感动，很感动。因为有我们 Edmund 嗰度教我哋。流眼泪，流眼泪，流眼泪，两秒钟，一二，我两。好嘞。今日好高兴，今日可以拍 Edmund 身上好好嘅。唔好讲埋啲咁嘅嘢。尤其是 CLS 同埋Artificial Sunset 系嘛。投资啊，好多嘢我哋。